I know you're making up the truth. Why can't I go before I lose my cool? 大家好，我是柯志，今天我跟五妹来到家甜品店，你们看看，长这样，这个是特别版的河粉。这个是肠粉，还有一个麻吉烧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先赏一口这个，它就是椰奶，还有爆爆珠这些东西，小丸子。没啥味儿，还有很多那种，这是什么没有馅的小丸子？这一坨布丁，那可有刚才包包煮，还有珍珠。凉粉，现在还少桂花，这布丁好好吃，就是很浓的奶味儿。这个也是满满的，我把那个椰奶全部倒上去了。还有很多芒果，有还有草莓，这些水果，滑滑溜溜的冰粉。是很淡淡的抹茶味儿，好好吃啊！芒果，哎呀，真的好喜欢这个河粉。没给叉就可以这么烧。还有这个豆浆猪肠粉，好好吃啊！这个猪肠粉是那一种，肉就很烫手，热乎乎的，然后这个酱，不会很油腻的那一种。因为我之前吃到有一家店酱很油很油，就蛮好吃。再尝下一个，烧麻吉，麻吉烧。当时他好像给我介绍，里面是一坨糯糯的，应该是年糕吧。上面有点像丸子的那种感觉，应该也是长这样的。好吃不？你有吃这个吗？对啊，河粉到底怎么做的？好好吃，它这个真的不甜，更加是还原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。不过，今天的甜品打卡非常成功。这家店不常来，第一次来。
马鸡烧。这棒棒猪颜色好看，让你做出来。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怎么吃，我给他插一个这个过去，他就手上就要打散，然后塞到嘴里去。还要吗？还要吗？真的不要再不要。吃完啦，决定把店里带了两个小枸杞，炒到甜蜜蜜的，把它带回家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下一站。你们是不是一直想看我妹？轻的轻的。买了一些甜品，把尝尝这个半熟芝士的，还有一个柠檬塔，还有两个这样的蛋挞。这个半熟芝士是在冰箱里面拿出来的，好期待，长这样，真的好香啊！尝一口。它里面是这种，很绵密、很细腻的口感。上面是一层那种像面包一样，上面就是很明显的，好棒啊！真是蛮好吃的，芝士味不会太浓。奶茶，两个蛋挞，给一个给我妹。这蛋挞真的老大一个了，好喜欢吃蛋挞。它里面是这样的。我有一天买他们蛋挞冰着嘛，第二天吃，第二天早上吃，整个都要化开了那种感觉，太香了，没坏，真的没坏。柠檬芝士塔，它这边的话就是那种芝士，下面是有一层，还有后面的都是那种饼干。很嫩很嫩，真的超级嫩。这样，想起来给了个叉子。好的，没什么芝士味儿，但是真的是软糯糯的，不错，好吃。每一天吃的都是甜甜的东西，都
中午吃那个糯米鸡。这家店打卡也非常成功，我天天来，所以不会存在不成功的情况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这儿完了，要去逛一逛，还有下一个地方。难得在学校憋了这么久，憋坏了，要出来玩一会儿了。